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火花善良，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是个非常及时的 reaction 更新，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是今天偶然之间回家，然后一打开 YouTube， 发现在 SM Town 的官方账号里出来了，3小时前。3 hours ago， 这一次我可算是非常及时的赶上了啊！所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TaeYeon这次的新歌。这次的新歌名字叫 What Do I Call You？ 好，准备好了，我们3、2、1，开始。啊，哦，一个男人在模糊的视线中离开了房间。Hello, I'm a stranger. 那门刚飘落 up some memories, memories, memories. 看来应该是分手的场景。哦，我们TaeYeon同学也有挑染头发。看下写了啥。 Dear customer, the first thing we need you to do is to collect everything you own that has some associations with him. Thank you. Oh, that's a good service. 推荐给各位失恋的朋友们。What do I call you? 남이잖아별일없던척말을거나그렇게꼭겨안하는我们已经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了。So what do I call you now? 啊，我好喜欢他健身造型。哇，这外面坐的都是一些要处理前任东西的人，来处理回忆的人吗？ What do I call you now？ 张三李四。好美啊！哎，其实我特别喜欢太原有刘海的样子。哎，都是以前的回忆，清除回忆。都是以前美好的回忆。哦，我为什么听着觉得好伤感？啊，好美啊，我天哪，就死亡玫粉色的毛衣都穿这么好看。好喜欢这个 MV 啊，有种为了忘记前任然后去尽情狂欢的感觉。 You're free now girl。 好美好美，太妍这皮肤啊，绝了。秉着非常公正客观的态度，太妍每次的回归都是 perfect。但这次这个没有特别喜欢，整个故事背景就是大概是在一个分手之后的状态。你可以看到这个 MV 在从一开始男主在模糊的视线当中关门离去，就意味着两个人是分手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的TaeYeon面无表情的躺在床上，好像也没有那么伤心。但在整理跟前任有关的物品的时候，每一样物品上都承载着他们共同的美好的回忆啊，都一样样 say goodbye， 就好像清除你的内存，清除大脑记忆一样，一样一样删掉。有一说一，我觉得这个服务真的很好。请问这个服务如果在现实生活中真的有的话，它应该会非常的赚钱，所以满脑子想赚钱。不对，我是真的从实用主义出发的，因为要不然爱情为什么让人这么痛苦呢？就是因为、想忘就忘不掉啊。这时候你只需要把前任的东西交给他们，他们帮你清理，然后就可以删掉脑海中关于那个人的记忆，你就不用痛苦了，你就又是一个快乐的小 baby。 然后这首歌名字叫 What Do I Call You。 最开始看这个标题的时候，我没有想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去设立的这个题目，然后在这个环境下再回来看这个题目，就是非常合适的，就是那种因为我们已经分手了，所以我要怎么称呼你呢？我们现在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所以曾经我不管是叫你 Honey, Baby, Daisy, My Dearest， 到现在你都
跟我之间只是陌生人，好伤感啊，有没有？其实这首歌虽然说整首歌的曲风吧也没有很伤感，然后画面也不是很伤感，甚至有一种豁达的心态，但是我就觉得在我看来就很伤感哦。好吧，废话不多说，按照我的常规惯例，我现在该去下载这首歌。 OK， 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一定不要忘记点赞以及加关注，还有你们手里两个元的硬币就给我吧，下期视频再见，拜拜。